哦耶！哎，讲话就好好讲，你在对裁判干嘛？哎，来看一下，在今天的爆米花联盟的比赛啊，这个吉祥物抱抱，我要挑衅主审啊，我们的主审先生要把他赶出去了。这个画面很熟悉啊，就是道奇队的老教练了，拉索达啊。对，常常为抗议好坏球的时候出来用肚子顶裁判，顶裁判，对，在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你判出场，没错，驱逐出场。好，最后看到抱抱啊，这个脾气还很不好，一直顶判出场。不过也是一个不错的互动。我还摔头盔，哇！现在丢头盔很夯啊！我抱抱真的是在球场上造反。